你这车别停这儿啊。为什么？这么大人了听不懂话呀？快快到底快快，这小孩你家的，赶紧领回去管管管。走走走走走，怎么教育的孩子？赶紧把这给我处理了。说你老婆跟别人生孩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谁说话呢？你得找着和这孩子血缘上的父亲，得做一个亲缘鉴定。人已经死了，他们女儿明天霍家女，结婚办事不用钱。说自己把日子过复杂了。送外卖的，看见谁？让一切喧嚣走远。